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没有到。OK 的 ，10, 9, 7, 6, 5, 4, 3, 2, 1. Yo, Yo man.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我们新买的一个3C 产品，它就是这个，华为的手机哦。还有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会有些什么东西。我们订购的其实是华为 Mate 20X， 除了手机之外呢，它还有附赠了其他一些华为厂商的一些周边商品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一开箱给大家看。你要拿吗？首先我们拿最重要的就是华为 Mate 20手机，然后第二样呢就是这个华为专门给这个 Mate 20X 设计的这个 M Pen， 看得到吗？这是专属的，所以这个单买好像蛮不便宜的。这个配套里面它有附送这一支笔。OK， 再来就是有一个华为的脚架。所以之后呢，我们用手机拍摄影片呢，应该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了。再来呢，他有送一个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 LED 吧？这个是一个对 LED。然后我们也来开开看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好像一个这个立的。然后他还有附送了一个手机壳，也是华为。好，现在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就来开。你要开哪一个东西先？他要开脚架先，所以我们来开脚架先。这个脚架他有写哦。它可以，它高可以到1020mm。哦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啦。这个可以用什么打？哎，你。这脚架好像，感觉好像。哇！哇哦哦哦，哇，很高下来。哇，它这个好像还可以再高。不怕。可以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好像就是插这一个这样子的脚架，非常的。设想周到，然后这个应该外面单买也不见得便宜吧？我就比等一下，我们先比这个来开的，最重要的。我不懂这个是什么。Twenty， 我是帮你开。X， 我帮你开。哇！哇！给大家看，So 它就有这个三个镜头跟一个闪光灯，还有一个指纹辨识。它的那个尺寸呢是 7.1 寸，非常的大，打手游呢是非常适合的。它有另外附送一个透明的手机壳，然后呢里面呢就有这个插座、充电器，还有这个 cable 耳机，大致上就这样子。没在我手里是耳机哦，耳机哦，耳机，没在我这几个又是听听听。现在我们来开机哦。要不要？安卓，它用的是安卓 9.0， 然后我们还有 M Pen， 然后我们来试用一下。这个有密码，然后它是用我们现在是用那个密码，手指指纹 ，0017，就自动开啊。然后呢，它的屏要放进去有一个 gap， 拍照功能也是很不错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会用这手机来拍摄一些影片，最重要还有就是一些我们的 Facebook 啊，还有 Instagram 的照片呢，也会用这一台来拍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一下这个 M Pen， 就给大家看，啊，笔呢这样子的，然后还有附送两个笔芯，哦，有，它已经有 detect 到那个笔。哥，我想写一下嘞。来，我们等一下给你试看。所以它就是可以用这支笔，就好像Samsung Note 这样子，可是它这个东西是不能够 attach 在这个手机里面，你要另外带着。哦，不错哦。通常它掉一个。OK， 不错哦。它的那个还蛮不错的。所以非常的棒。这台手机我们接下来就会好好的去使用它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拜拜。拜。